Hi YouTube， 今日是介绍一间多功能的能量房，它里面呢就有光疗啦、声音啦、水晶啦、远红外线啦，还有能量水去给我们补充能量的。那我们呢进去呢就坐一阵之后呢，那个能量呢就很快地补充到的了。那我现在呢就示范一下。咁我沖完涼換完衫之後咧，就嚟到呢度呢間能量房啦。咁呢間能量房咧，佢有個名稱叫做音樂七色光療能量房嘅。咁原因咧就係佢裏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綜合治療咧，亦都係一啲自然療法嚟嘅。咁我首先逐樣去介紹一下啦。咁上面嘅咧係一個七色嘅光療系統，咁佢有七種唔同嘅顏色，而七個唔同嘅顏色咧就對應翻我哋七個唔同嘅能量脈輪系統。每一個不同的能量系統都會有不同的功能去幫我們做到不同的治療的。除了是一個能量系統之外，它對皮膚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這間呢還是一間汗蒸房來的，它呢可以幫我們出一身大汗，將我們表面的素全部排出體外，所以呢它都要有一個能量水去給我們呢去補充我們失去了的水分的。其他不同的能量呢就我身邊它有很多不同的黑碧西，一些電氣石去圍繞住我，幫我排毒，將我們的毒素排出體外。而我下面的還有兩大塊的黑碧西，那怎樣去將我毒素排走呢？就是將我們的雙腳踩上去個黑碧西，透過我們的涌泉穴將我們的毒素排離我們的身體。除了是身體的毒素之外，其實心靈的毒素都可以透過這個方法，一個水晶治療的方法，去將這些需要的负能量去排走，去排出我們體外的。還有一個音樂系統的，音樂系統就用我們德國的自然療法的音樂去幫我們身體不同的經絡去調頻的，是對我們身體的經絡相當之有幫助。下底的岩鹽就幫我們排毒，因為岩鹽是有淨化的功能的。上面那個就是一個遠紅外線的系統，去幫我們做一個紅外線的治療。所以其實整間能量房會做到兩大的功能的，第一就是幫我們排毒，排走我們身體的毒素，也都去排走我們靈性的毒素的。第二個功能就是幫我們增加我們的能量，所以有一個光療系統和音樂系統去幫我們注滿能量進去我們的身體那裡的。那這間房絕對很適合一些身體或者心靈疲倦的人來這裡插插電，或者想將自己的身體放鬆的人都很適合的。整個療程大概是45分鐘的時間，連沖涼我想都大概一個鐘頭到，用45分鐘的時間享用所有的服務，連400蚊都不用的。如果你對我的 channel 有興趣的話，歡迎你 subscribe 我，這個就是